现在拉低这支球队这个平均岁数的萧敬腾回到场上了。林书豪跟不上吗？No？ 林书豪，等一下。刚刚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脚一直在抖，就很想上场。是，他很爱打篮球，萧敬腾。那萧敬腾刚刚有谈到说，陈柏荣他是长庚的医生，然后最后的盛凯他是马街的医生。这两个是都是医生。打平是吗？这边好像要换人了，休息一下。好了，先比一下，从单手的一个抛投出手，有了。十二号呢，陈彦霖出手得分。今天比数方面的是25-19，4分50秒，将近5分钟，上半场比赛结束。We have a substitution。好，现在进入来这个，在整个 first half 的上半场比赛，完全按照林书豪 Kirby 他的比赛的策略，他的 game plan 就是5分钟就来个5上5下布袋的前半场。现场听说有些没有拍到，所以你的相机必须要准备快一点，快没按快点，因为这个是没有慢动作投过的。李书伟，你说给他底线外线三分球出手没进，今天再交给萧敬腾，这边形成一对一，萧敬腾来了，哪里下出手没进，3分45秒，25-21。交给六号的李威平一个背后 pass， 好球，就林书伟出手得分。